哥大大真伟大，你一招不讲，为谁呀？为国几大战当的小孩，走吧走吧，哥哥爸爸。只要我长大，他亲娘怕不进你的当毕业的，我叫做安炮，我老爸啊在做总统，叫做安爹，我老拢姓安的，我祖公啊叫做安高亮。哦，我唔知伊怎尼啊记得，伊的内裤甲伊鞋吼，拢足贵的呢。我阿爸哦，有够疼我的啦。我逐天啊读册吼，拢教阮内面的小朋友进高级咧，拢来看地，我拢走甲分经去啊！我哦，我想讲哦，我读册读袂毕业，这毋是办法，爱想一个办法。人讲迄个查甫囝爱先家立业，我爱先娶某，我某若是娶了吼，我就会当毕业啊。唔到毕业证书对唔对啊？就是安尼啦，无毕业啦。我内面迄个哦，我迄个女神，我的白雪公主啊，叫做秋丽啊，生做水洋洋的，但是迄个骨骨啊吼，我看伊足好呀。迄大家我是模范生第一名咧，伊出现了哦，我拢是上尾名迄个啊。我哦，起码伫遐放血啊！我无爱互伊倒转去，我要甲因兄哥讲，讲我要娶秋怡啊！关刀的阿奇阿伯，逐天我三点半放血，伊差不多五点才会出现，我等到巴肚也要枵死，阿伯来真正气死人啊！走，阮少爷啊！啊！啊！刚才我无看到人，我来找看卖。谁啊？哦，原来伊就是赵一娇。你今日是安怎搁这么来啊？我问你啊。无啊，我在这，我你唔知哦。我哦，我做无用的。啊，我今日就想找你啊。啊，你讲读册读太好，我来走一过啦。阿吉阿伯，你唔是阮公啊？卖一直念一直念，逐天拢同款的口碑。我无啊，上个伊这么想噶。我放学啊啦。行啊，等来食饭啊。我今要食饭。对啊。我无爱，我无爱转去啊。我怪伊袂大啦。啊！我那边我上大人讲袂大。食饭的时间也唔食饭，读册时间也无要读册。阿姨，伊讲爬爬走，爬爬走，互我咧找无人啊。阿姨阿伯。我今嘛有一件代志，我要拜托你哦。什么代志要拜托我？你今嘛甲我做我爱的见证人啊！无爱，什么叫做无爱？我今仔人名叫我做你爱的见证人，要笑死的。我今嘛要骗你啊！你甲我斗三工，你若无甲我斗三工，我等下甲阮爸讲，阮爸来甲你生头路。你若无工袂通好做，你就去老人院，我甲你讲。真啊假？真啊！你甲我斗三工，我会讲好话，你着做地收金的啊！你袂使讲白贼话哦，我袂咧讲白贼话啦。好啊，好好行，迄手皮啊，甲转转去迄路行。Thank you.
感谢，非常感谢，啊，感谢咱高雄的亲友，啊，无气扬，咱本团的团长郭子龙，安心报干做三星了，后半干做丁啊小生，非常辛苦，啊，你高雄的亲友，坐在咱团主郭子龙新代表，有八千块，啊，祈求咱中年，咱的父亲岁。保佑俺各人亲友，俺一日好，两日好，招财有进步，一村两村代代出了好子孙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啦，老弟兄，老师伟，哥哥，妹妹，我跟你讲哦，爸爸妈妈有讲哦，爱乖乖读书，以后要做后人。哈？哥哥是个后人。后人。哦，哥哥。哥哥套娘胎。妹妹嘞。我唔知啊，我大人。无啦，哥哥你啊正常。我正常啊，老人啊，是啦。我知影啊，阿爹阿娘都无老认真咧听，而且今仔日学堂读册已经放落啊。哥哥，我咧赶紧转来去啊。我甲你讲哦，有啥学堂的都知影，有搁第二条朋友有无？拢搁教你迄一种爸爸。是吗？对啊。是教伊做三三的哦。我伫南端。哦。我伫南端，所以袂要紧，你伫女端。有出来找朋友就袂歹的，你离较远的知咯。我知影，哥哥你爱保护我。爸爸妈妈讲男女授受不亲。授受不亲。哎、欸，就就不亲。我知影，所以哥哥、你要保护我，你是阿兄啊。哥哥会保护你。好啊，你爱保护我。啊，来行，咱回家。好，行，再来去。来去啊。就是无娶某，我甲伊恁小妹啊，恁小妹啊若嫁我，我明仔载就要毕业啦。呸呸呸呸呸！我跟你讲啦，你这种人太没门，我妹妹我早就得冤起来啦。我小妹啊无介意你啦。我无要娶你。对啊，奇怪啦，无介意你啊。你是啊无介意我，我英俊潇洒。你英俊潇洒，你看我哥哥缘投啊。你真潇洒，你安尼哦，老天爷。帅哥啊，拢无七千二个，我好是不帅气。我跟你讲吼，上可爱你是乖人去，啊，若无我带人吼，啊，你死！哦，爸爸，爸爸，阮阿爹咧做总统呢，你也敢讲？哦，爸爸，爸爸，你惊啥？你也甲我弹一支敲门，恁家的祖公爱爬起来跳浪树哦。恁家的祖公爱爬起来跳浪树啦！我跟你讲吼，你赶紧走吼。我跟你讲，今仔日这个场面足济人的，我若是安尼话来做，我离开，我会凭主持扫落地。我要叫你单打独斗，有意就无我，无我就无意。这个机人，你们请我电脑机哦。对。哼，啊，无看卖啥物人会赢过？好。我找一下你爸来啊。可以叫。Oh!
我操，哥哥，你哪会不要吵啦？哎，你哥哥拍，我今晚没说就惊的啦。哎妈，我话伊讲哦，咱就回家一边，甲爸爸妈妈讲，只能讲规家己去弄一边。我好啦，我知影。你再讲哦。我没讲，我没讲。你还讲我在吹电话，不要管。没人知道，哥哥记得记得都来去呢。众生观，爱不得。一条天珠腰身，万里江山，万里人，不过去安尼那武将提刀，奔太平，奔中的红旗。在朝为官，装备中大的地位，夫妻恩爱，细汉就为囝儿免烦安炮的。啊，讲完这囝，小学特别毕业，真是可惜啊！我生出一表人才，为什么生一个囝空空荡荡，给偷走起来，等在公安喊下无叔叔吼？老妹，呀，老妹，安怎？老妹，安怎啦？阮同学我怕，真害怕。阮同学我怕，什么人啊？一个排挤，一个做老丁，老丁，呀，呀，呀，哎，这记性不好了。徐队长，他有病。我问你，洪彩旺爹爹讲，老丁兄怕死我的囝。我问你，阿英老爸叫啥名？龙安江。准备跳，准备。过家里去，叫龙安江白子过家门顶。跪下，我来看望你，叫何名哩？老书记。老文忠，这位是？这位才是我的家人，要见你。今仔晚踮在学堂所在，活活拍死就是你的亲生仔，亲生白子上公安。来得好，来得妙，踮来公安，无你的代志来完啦。老文忠过去，光给人啊，迄个啦，大人，今仔人只有七岁而已，万不会当开始啊！哼，提落去。哈，小孩懂。我来看望你，叫何名哩？老秋米。哎呀，老秋米，变代下死阮囝姓名，一名就该上一名，来人啊！自从夭寿死了，我怕怕死。怕死啊未？是啊，哎，我跟你讲过，奇怪，洪彩旺爹爹讲，他是个人跟着老丁兄，不是跟着老臭皮，说明我敢管人。来，尸体暂时拆下。洪彩旺一看，这位是查某的，他是阮囝是一个查甫的，这么样的老公，问一个清楚就是。